各位同学，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不定词的课程，来看一下黑板上写了两个句型：is 形容词 for 人 to 加原形动词，还是一样 is 形容词 of 人 to 加上原形动词。光看这样的句型呢，其实很难了解它在做什么。对了，所以呢，老师告诉你哦。 不管是呢，老师黑板上写给你的句型，讲义上写出来的句型，或者你自己在看参考书、文法书上面写的句型，千万不要去背它，千万不要去背它，因为这纯粹仅供参考而已。你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其实要从英文句子里面去了解。所以呢，老师在这里必须要跟你强调的。 好，不管是呢，你已经听谢老师的课听很久，或者呢，才刚开始加入我们学习英文的行列，不管怎么样哦，在座的同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喽。你如果想要多背一点英文，那请你背的是英文的句子，而不是背英文的文法概念或者背句型。同样的道理喽，你想要把篮球打得好，能够投球投得进，能够呢抢到别人的球，篮球的技巧要好。 绝对是到场上去练习，而不是坐在家里背篮球规则。这样了解哈？对，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喽。所以老师写给你的句型，你要实际上去了解它。写成这样对你来讲很苦恼，看不懂。但是同学配合我们之前的课程，我们刚才那个句子之前的句子喽，在前一片教学袋最后我们提到的那个句子哈，我们有提到一个对台湾民众而言呢、啊，要解决污染的问题是困难的，有没有？ 我们那一句话，如果我们用 it 假主词来表现，应该怎么说呢？我们说 It's hard. It's hard for people in Taiwan to solve pollution problems. 有没有看到？你光背这样的句型，你可以发现好苦恼啊，容易错乱。原来这个句子，老师为什么写在这里？因为我们之前讲解过了。 好，我们不是还没讲解的时候就把句型写给你，那真的会让你很苦恼。我们讲解过 it 假主词所怎么样引导的句型之后，你就很容易了解了。it 指的是一件事情，什么事情？it 到底指什么事情？老师告诉你了，要去找后面的不定词那这个 r 解释成对某人而言，对某人而言呢、啊，什么事情是很困难的，是很容易的，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之前的句子再讲一遍哦。我们说 it's hard。 For people in Taiwan to solve pollution problems，对了，这个剧情是不是就出来了？对，那么只不过呢，老师再把这个剧情再写一遍，是让你做比较一下。很明显的，黑板上的这两个剧情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介系词的使用，for 跟 of。那老师必须要告诉你。 这两个句型当中介词 for 跟 of 的使用是由谁来判断？是由前面的形容词的特性来判断。一个是修饰事物的形容词，一个是修饰人的形容词。修饰人的形容词，黑板上写了很多，我们先来看好了。修饰人的形容词有哪些？Good，嗯，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表现很好。Nice，呃，很好，很友善。 Kind 对很善良，我们不能说一件事情很善良，我们说一个人很善良。Brave 勇敢，不是一件事情有勇敢，一个人很勇敢。再来，clever clever 聪明伶俐，也是指一个人，不是指一件事情。再来，careless 粗心大意，也是指人粗心大意。再来，honest 记得 H 不发音哈，huh? 念成 honest honest 诚实，诚实,诚实一个人，某个人很诚实。 再来 bad，嗯，不好。stupid，哎，你说老师 bad 可不可以讲事情？可以。好，有的形容词可以讲人跟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讲的是人哦。好、啊，修饰人 bad 当然也可以讲不好的事情，a bad thing，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件坏事。bad 可以讲人，也可以讲啊事情。好，再来 stupid，stupid stupid, 跟 silly 是一样的，愚蠢的、愚笨的。啊，那讲当然讲的是人哦。 再来，selfish 没有问题，自私的一定是指人，不是指事情。再来，polite，polite polite 这个形容词指的是有礼貌的，一定是某个人有礼貌，跟事情没有关系。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大部分呢都只能讲人，那么只有这两个有没有？这两个 good 跟 bad 也可以讲事情，也可以讲事情。好，那么老师呢要举一个例子了，譬如说 important。 Important 这一个形容词可不可以讲人？诶，我可以啊。我说啊，You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class。在这个班上，你这个人是很重要的哦。诶，对，这时候可以讲人。但是当你碰到人跟事情同时出现的时候，来，第一个人哦，我讲一个人，你好了，我举例你哦，或者是学生好，学生好了，好举例哦，人是对象是学生，事情呢是。 考试不要作弊这件事情，然后给你一个形容词重要。请问，这里我讲的重要是在指人还是在指事情？是学生很重要，还是考试不要作弊的这一件事情很重要？你会告诉我是考试不要作弊的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时候的 important 就不是就不是来修饰人呢、哦，是来修饰事物。这样，同学你会判断了吧？对。 我们可以看到某个人，他到处呢怎么样破坏公物啦，或者是呢抢劫啦、偷窃啦。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危险可以讲人，这个时候可以讲人。但是我如果给你一个对象叫做小朋友，给你一个事情叫做独自在海边游泳，再给你一个形容词叫做危险，请问你这里的危险讲的是小朋友吗？ 是讲小朋友本身具有危险性吗？还是独自在海边游泳的这件事情有危险性？哦，对，你马上会回答我是独自在海边游泳这件事情具有危险性。于是乎，这个 dangerous 就是来修饰事物的，这样同学会判断了吧？所以你先要搞清楚形容词。我们知道形容词是修饰名词，但是名词在英文里面定义，名词还人是名词，事情是名词，物品也是名词。所以呢，既然 形容词是来修饰名词，修饰人或者修饰事物，但是它还是有分。修饰事物的时候用 for，修饰人的时候用 of、er。所以，我们刚才告诉你的啊，前面的那个例句，你可以对照你的对照的你的讲义。我们说的，对台湾民众而言，要解决污染问题是困难的，不是台湾民众困难，而是解决污染的问题困难。所以，这个困难是修饰事物的。 所以我们讲的是 "It's hard for people in Taiwan，对不对？对了，所以这样会分的吗？什么叫修饰人？什么叫做修饰事物的形容词？那么因为呢，这个形容词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后面的介系词用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同学要稍微记一下，修饰事物的形容词配的介系词是 for，修饰人的形容词配的介系词是 of，要特别小心。 所以呢，直接看过来例句的这边，这边 is kind you to help me。这里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你可以判断一下，一个是 you 是人，一个是 to help me。哎，这里的 kind 叫仁慈。哎，我们说一个人很仁慈，好，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表现出仁慈的那种心肠。仁慈是人的特质，所以是 is t kind of you。 It's kind of you，要特别注意一下了，修饰人的。我们刚才讲到，来，kind 在这里修饰人的。It's kind of you to help me。好，中文还是一样，it 指什么事情？it 去找后面不定词所引导的，不要翻译成它是善良的，你帮助我，不对，是 of you，你对你而言，对你来说啊。 it 直接换成后面不定词，帮助我这件事情是很仁慈的。那当然，我们直接讲，你这么帮助我，真是太仁慈了。或者是翻译成，你人真好，帮我这么大的忙，帮我的忙，你很仁慈。 对了，我们中文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所以不管你怎么翻译，大致上的意思对，就是很好的中文翻译喽。好、啊，那当然了，你翻成中文的时候一定要流利哈、哦，不要呢结结巴巴的。好，记得要把一个英文句子翻译成大家都看得懂的，甚至于是很优美、很流畅的中文，其实也是一大技巧。不是只有英啊，中翻英很困难，英翻中。 要翻的人家懂，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本书啦，一本中翻英的书啦，哈、哦，诶、哎，不是中翻英，是英翻中才对哈、哦。譬如说《哈利波特》啦，它的原文是英文，要翻译成中文。其实啊，你在看中文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哦。当你看一本翻译本，它讲的是很绕口，讲到我们呢，即使看的国字都不了解它的中文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人翻译的不太好。可是你如果看那一本，哦，看的那一本小说呢，是一个。 翻译本的小说，你从头看下来很流畅，词汇也很优美。那当然啦，如果对照中呃，对照它的原文版、英文版呢，也是呢，原意没有怎么样，原意没有漏掉的话，那才是一本很好的翻译书、翻译本哦、啊。好，这个我们告诉你，It's kind of you to help me。那有的同学就会问了、啊，老师，kind 明明可以，kind 明明可以讲人，这句话我能不能说成 You are kind，可不可以？ 可以的，你很聪明。可以修饰人，既然可以修饰人，那人可以拿来当主词。所以这一句话，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说成老师写这里哈，同学自己补在你的讲义里面，叫做 you are kind，然后 to help me。好，也不下了，老师就直接这样写，you are kind to help me。 换句话说，如果介系词用 of 的这样的句型，我们可以改成主词直接用人也可以。但是如果是修饰事物的，你能不能把人拿来当主词？好，再讲一遍哦。我们之前那个例句：It's hard for people in Taiwan to solve pollution problems。好，那么我们能不能用直接用人来当主词？叫做 People in Taiwan are hard. 在台湾的人们很困难。不对，是错的。好，所以呢，如果它是修饰事物的形容词，那你只能用 it、e、来当主词、假主词，或者用不定词直接把句首来表现，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两个句型。如果呢，它主词形容词是修饰人的时候，就像这个句子 kind，of, 第一个重点，我知道我的介系词要用 of。 为什么用 of？我说了，是从前面的形容词的性质来判断的，对不对？所、so、以 it's kind of you。这里为什么填 of？是因为 kind 来决定它可以修饰人。It's kind of you to help me。那要特别注意，既然 kind 是可以修饰人的形容词，我整个主词可以直接换成 you're kind to help me。You're kind to help me。好，所以记起来，它可以做这样子的句型变化，要特别小心。 好，这个是这两个句型呢，除了介系词的用法不一样，它的句型变化好，一种不能改成主词为人，一种可以改成主词为人，要特别小心喽。再做一个练习题，他说别人的坏话是很愚蠢的。他说别人的坏话是很愚蠢的。首先来判判,判断一下形容词它的什么？形容词它的特质，愚蠢可以用 stupid，可以用 s i l l y s t u p i d 或者是 silly，有没有好？那么 stupid 跟 silly 我们也告诉你了，它是修饰人，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很简单。你说老师，我们可以用人来当主词，我们说 he is stupid 可以的，就像这样的一个句型一样，对不对？就像这样的一个句型一样。不过我们还是让同学来练习这样的句型呢，所以我们写下来，我们说 it 当假主词喽，所以是 it's stupid。 那么不要忘记，stupid 是修饰人，修饰人的介系词用 of，of of 是介系词，介系词后面用的是主格还是受格？对了，介系词后面用的是受格。国一的概念不要忘记，人称代名词分成三格：主格、所有格、受格。介系词后面受格，所以是呢，of him，不是 of he 啊、uh,，of him 好。好，it 指什么事情？后面用什么？ 不定词来还原说别人的坏话叫做 speak ill of others。好，speak ill of 叫做说某人的坏话，所以说我的坏话叫做 speak ill of me。说别人的坏话，speak ill，ill 是指不好的、坏的。 对不对？所以 speak ill of others 就是说别人的坏话，但是不能光直接写 speak，因为你知道了 it 当假主词，后面用不定词来还原整句话，就形成 it's stupid for of him to speak ill of others。那同样的，stupid 可以修饰人，我们可以改成像这样的句型，用人来当主词，就是 he's stupid to speak ill of others，he's stupid。 To speak ill of others. 自己寫在後面, it's stupid of him to speak ill of others. He, 所以不能寫him, he is stupid. He is stupid to speak ill of others. He is stupid to speak ill of others. 他说别人的坏话这件事情呢，是很愚蠢的，或者是说别人坏话呢，对他来讲啊，他真是的怎么样，太笨了，太愚蠢了。为什么？那说别人的坏话啊，那你讲别人的坏话，好像泄了心头之恨，对不对？但是你捏造出来的就是说谎了。当你呢怎么样被别人呢怎么样抓到把柄的时候呢，那当然了，最后呢还是不好的，还是自己。所以说别人的坏话呢，真的是一件很愚蠢的行为哦。好，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这里。 待会还有更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说不定词呢，除了可以当名词之外，不定词还可以当形容词，还可以当副词。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其他的重点。在看过了不定词当主词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不定词也可以当受词。那么同学，你知道了主词跟受词最大的差别就是，主词是放在动词前面的，而受词呢，老师必须要帮你定义一下，受词呢，它是放在什么？放在。 一般动词，同学要特别注意哦，还不是 be 动词哦，是放在一般动词之后的。好，放在一般动词之后，那就是受词了。譬如说，我们直接从例句里面来了解。来，以它的结构，I like baseball 这个句子很简单，我喜欢棒球，看得懂就好了。不过再能够了解一下更好了。主词、动词，对不对？做一个动作，动作的对象，一般动词，喜欢的对象是什么？这个对象就是所谓的受词嘛。 对不对？接受这个喜欢动作的接受者就去受词，所以呢，哎，主词动词受词，I like baseball，我喜欢棒球。那我讲喜欢棒球，可能喜欢棒球相关的，嗯，可能喜欢呢去看棒球，可能喜欢呢在家里看呢什么，哎，转播棒球比赛，或者到现场去看棒球比赛。 或者是呢，喜欢自己去打打棒球。对了，我们再讲的另外一种句子，我喜欢打棒球。同学，你知道打棒球叫 play baseball，play baseball。好，那么有的同学说，那很简单啊，我喜欢叫 I like，所以打棒球就写上去叫做 play baseball。那当然，这个句子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老师稍微分析一下，这又要提到呢中英文的差异了。我们的中文可以把两个动词摆在一起。我中文讲喜欢，好，我写下来，喜欢打棒球，有没有？喜欢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作，打也是一个动作。我们的中文可以直接把它写在一起，可以的。 但是不要忘记了，英文除非有特殊状况，那这种特殊状况真的很少。这种特殊状况真的很少，所以呢，如果我们碰到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我只能跟你说这个句子不是特殊状况，哦，不是特殊状况。中文可以把两个动词摆在一起，但是英文是不可以的。英文一个句子基本结构一个主词加一个动词。 而 play 你在单词表里面背到了，他打棒球打是一个动作，它也是动词，已经有动词了，在没有连接词的状况之下，不能再来一个动词，这个呢不符合文法的要求，所以第二个动词要做改变，记得绝对不是第一个动词来做改变，好，因为呢先来后到要分清楚嘛，他是先出现的他老大嘛，所以后面的呢要怎么样？哎，听话，所以记得不能只直接写 play。 这个是我们中文叫做喜欢打，英文要加一个 to 进去，有没有看到在这里的 to play baseball？喜欢的对象不是只有棒球，还告诉你哦，还讲的更细哦，是喜欢打棒球。我可能不见得喜欢看棒球转播、哦，因为不痛不痒，好像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对不对？我喜欢呢亲身下去哦，哦，自己亲自到场上去打棒球。 所以 I like baseball。你知道这里的 baseball 是受词，是接受这个喜欢的动作的对象叫受词。同样的，这里的打棒球也放在 like 的后面。所以我告诉你，这里的 to play baseball 是当受词，是当受词。你很容易判断它是受词，因为放在一般动词后面就是所谓的受词了。一般动词之后就是所谓的受词。所以 I like baseball。 记得要改成我喜欢打棒球，而是是要换成 I like to play baseball. I like to play baseball. 那你知道这个 to 啊，其实不定词的 to，为什么很多同学我说了听外国人讲英文没有问题，自己讲英文也没有问题，因为有听，大概就会怎么样，多多少少会讲一点。就像呢刚生下来的那个小 baby，每天在听。 对不对？每天在听，有一张慈祥的脸对着他叫妈妈，妈妈，妈妈。听久了，听了可能一百次、五百次，他突然有一天就开口说妈妈。对了，他毫无道理的就知道，看到那一张脸，那种慈祥的脸就会叫妈妈。好、哦，哪怕那张那张脸不是怎么样，突然有一天不是慈祥，是生气，因为呢小朋友乱丢玩具啦，诶，他还是知道那张脸还是该叫妈妈。对了，你只要会听，那么呢听得懂，多多少少你就可以讲出来。 而是写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哈，这个 to，好，这个 to 呢，其实呢，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念成 to，念得那么仔细哈。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在句子里面似乎呢听不到它。所以我喜欢打棒球呢，其实我们会讲着 I like to play baseball，I like to play baseball。你听到那个 to 的音，好像只剩下 t 的音。I like to play baseball，I like to play baseball。所以你听的时候几乎听不到它。 所以很多同学呢很会讲英文，很会听人家听得懂人家讲的英文，但是写下来就呢怎么样东拉一个西拉一个，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两个动词不能连在一起。我喜欢打棒球，I like to play baseball。要会，这里为什么要加 to？因为我们说过了，只有名词才能够当受词。怎么样把 play 这个动词变成名词？很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前面加 to 咯。好。 再来看一下，那么再来做下面的练习。我告诉你，我决定要辞掉工作，还是一样决定 decide。我们用过去式 decided 决定辞掉叫做 quit，Q U I T，quit 也可以解释成戒掉，所以戒烟叫做 quit smoking 啊、哦、，quit smoking。那要特别注意一下咯，在讲解这一题之前，我们必须要告诉你咯，要注意的地方是。 有些动词啊，像哪些？像 decide，刚才这里 decide，或者是 hope，在第二题里面。好，decide 决定，hope 希望，want 想要，expect 期待、期望，volunteer volunteer 叫做自动、自愿。volunteer 这个字你一定要会，v o l u n t e e r。 Volunteer 当动词解释成自动、自愿；当名词解释成义工、志工。啊、呃，现在很多的呃医院啦，或者一些公家机关呐，都会有一些义工妈妈、志工妈妈。那个义工、志工就是 volunteer 这个字，一定要会。 好，老师呢在这里只列了一些出来，因为呢，在这些动词其实，在国中里面就够用了哈，在初级英文里面其实就够用。你只要记得这些动词的后面呢、啊，必须要用不定词当受词，必须要用不定词当受词。老师肯定一再跟你强调，必须必用不定词当受词。为什么？其实我们告诉你了，不定词当受词，受词要具有名词的特性。 不定词可以当名词，所以不定词可以拿来当受词。可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字也可以当名词，就是动名词。我们之前讲过了，一开始我们就告诉你了，动词加了 I N G 拿来当动名词使用。下一章我们会提到动名词的用法。一开始我们告诉你，不定词呢，一个原形动词前面加了 to，它有三种不同的身份，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形容词，可以当副词。但是 V I N G，也就是所谓的动名词，它只有一个身份，加了 I N G 之后呢？ 它是拿来当名词使用，它是拿来当名词使用。所以呢，我告诉你，I like to play baseball。其实我们也可以讲成，I like playing baseball。我喜欢打棒球。I like playing baseball。我喜欢打棒球。在这里的 to play 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代换的，代换成 playing。所以呢？ 大部分的动词都是很大方的，就是它可以用不定词来当受词，它也可以动名词来当受词，只要它后面的受词是符合名词的特性就 OK。不过呢，在注意里面，我们刚才告诉你的列出来的这些动词呢，它一定只能用不定词来当受词。好，所以一定要记起来，因为它是特殊状况。我已经告诉你，大部分的像 like。 好像 like，像很多动词，大部分动词都可以用不定词当受词，可以用动名词当受词。所以这几个比较呢，怎么样？心胸狭窄的这些动词，你就要稍微记一下：decide、hope、want、expect、volunteer 这些动词呢，它的后面一定要用不定词，一定哦、喔，一定要用不定词来当它的受词。所以回过来第一个例句，我告诉你，我决定要辞掉工作，辞掉叫 quit。 已经有动词了，本来的动词叫 decide，所以后面再碰到另外一个动词，我刚才告诉你一定要不定词。所以呢，to quit the quit to quit the job，我已经决定要辞掉工作。I decided to quit the job. I decided to quit the job. Quit the job 我决定辞掉工作。那我们刚才有告诉你 quit。 除了解释成辞掉，还有戒掉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戒烟叫做 quit smoking，一定要加 i n g，quit smoking。所以我决定戒烟，英文可以讲成 I decided to quit smoking。我决定辞掉什么，我决定戒掉什么，就可以用 I d e c i d e to quit 后面来加它的受词喽。好，这个句子没有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告诉你，like 后面可以用 to play，也可以用 playing。 但是告诉你，decide 后面只能用 to quit，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点。同样是动词，它的特性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稍微做分辨。在第二个例句里面也是一样的，He hoped there on time。on time 叫准时，我们告诉你要填的是到达、抵达。 那个时候，你看他用过去式哦，所以老师翻成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希望能够准时抵达。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换句话说，他有没有准时抵达？应该是没有了哈。那个时候他希望准时到达那里。抵达，我们其实有好多种说法。我们可以讲直接用 to be。to be，我们也可以讲 to get。 有没有好？老师把 to 写上去好了。这里我们可以填 to be 哈。本来老师告诉你是用 to be，to be 或者是 to get。好，怕同学呢看不清楚，所以我们这里写 to get 好了，不能偷懒的哈。好，所以呢，因为 get 后面加地点也有到达、抵达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讲：He hoped to be there on time，或者 He hoped to get there on time。 那个时候他希望能够准时抵达，on time 叫做准时。同样的，hope 这个动词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希望，希望后面碰到另外一个动词也是要用不定词，也是要用不定词。好，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老师跟你提到的有些动词呢，它的用法比较狭隘的时候，你当然要把这几个动词呢记起来。好，那么这个是呢，我们直接可以，如果是做选择题的时候，同学很简单哈。 常常呢，在学校里会有这样子的考题。你在考英文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考题，他给你一个句子，然后叫你后面填到底是 to quit，或者原形的 quit，或者是 ing 的 quitting，啊、哦，这样好几种不同的动词形式。所以同学，你只要记得，这里用不定词是看谁的脸色啊？看前面动词的脸色，啊、哦，动词看动词的脸色，好、哦。 同样一家人才是看一家人的脸色。对了，你看你在家里的你爸爸妈妈有时要看你的脸色，对不对？你爸爸妈妈需不需要去看隔壁小明的脸色啊？不需要。所以同样都是动词，一家人，动词看动词的脸色。所以这里用不定词是因为 decide 来决定，这里用不定词是因为 hope 来决定。这样懂了吗？所以在学校考试如果出这样的题目。 你不要看到 I，也不要去思考的 job，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的动词形式应该怎么填？动词看动词的脸色，这样了解吗？好，要特别注意一下了。Decide, hope, want, expect, volunteer 这样的动词后面只能接不定词当它的受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一个整句翻译来练习看看咯。我告诉你，我想要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想要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看电影。主词，我，动词，想要，诶，想要什么？想要和。 还是想要和我朋友，还是想要看电影？你想要一定是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不是想你的朋友，对不对？不是想我的朋友们，不对。这句话是我想要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一开始你就要把受词给找出来。哦，主词在这里，动词在在这里，你知道它是一般动词，那一般动词后面有没有对象要考虑清楚？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是去看电影，所以真正的受词是在这里。那么和我。 的朋友们一起，这是补充说明的，在讲的更清楚。我想要看电影哦，是跟谁和什么人一起？介戏词用 with，那你知道了，这些词不是一个句子的主要元素，所以尽量往后面摆过去，对不对？所以先把主词、动词、受词找出来。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呢，老师要问各位同学咯。哈。好，来，我们这句话可以用什么？现在是 I want，我现在告诉你，我要跟我的朋友，我想要跟我的朋友去看电影。好，I want。 可是呢，我说啊，我明天想要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看电影。请问你这句话用什么时态？想一下哦。我告诉你，我明天想要和我的朋友去看电影。哦，明天呐、啊，那我知道了，用未来式嘛，叫做 I will want。不对，还是用现在式？哎，老师，明天事情还没发生呢、啊。哎，你要搞清楚哪一件事情还没发生。 是想要这个动作还没有发生，还是看电影这个动作还没有发生？是看电影，看电影是明天做，想是现在就在想，有没有？我告诉你，我明天想要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看电影的动作是在明天，想是我现在就想了，我现在想出来，所以我就告诉你了，有没有？所以虽然加了一个明天在这里，还是用现在式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哦，要特别小心咯。好，所以呢，我们写下来，I want。 好，那么除了用 want 之外呢，我另外还可以用一个片语叫做 would like 来多学一下吧。Would like、嗯、你知道了、嗯、，would like 比 want 要更客气。好，你如果对长辈讲话的话，最好用 would like 会比较恰当一点。好，want 可以等于 would like，那么用法是一样的，后面都用它的后面再出现一个受词。我想要做什么？去看电影，一定要不定词。 to see, I want to see a movie，或者是 I would like to see a movie。好，老师告诉你，我们之前告诉你，want 后面碰到另外一个动词一定要不定词。w o u l d like 也是一样，would like 也解释成想要，用法跟 want 一模一样，只不过 would like 更加的客气，好，更加的客气。所以 I want to see a movie, I would like to see a movie。 最后再写呢？你没有写下来的介系词 with，with with my friends，这样了解吗？哎，很简单的，所以记得喽，基本结构，主词、动词找出来，这个动词他到底想要什么？不是想要我的朋友们，而是想要看电影，最后才写跟谁 with my friends，这样了解吗？哈。 每次呢，在跟着谢老师做整句翻译的时候呢，你就要按照谢老师告诉你的，不要听完过后又是按照自己的中文模式来思考英文句子，不对啊、哦。好，来再来第四个句子，你不需要去，如果你不想去的话。我们中文常会这样讲，对不对哈、哦？有时候呢，呃，妈妈说来跟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明明你在看漫画，你在打电动，妈妈居然说啊，跟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其实不为别了。 别的对不对？妈妈绝对不是因为想要你，好想要自己的孩子去帮忙提重物才要叫你去，而是想要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跟你聊聊天啊，可能有一个亲子的互动。但是你有有时候同学就会臭着一张脸，哇，市场恶很臭诶、欸，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哈，妈妈就会说了，如果你不需要去的话，那你就不，你怎么样？如果你 不想去，那你就不需要去啊！我没有强迫你，对不对？来看看这句话呢，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听到的英文应该怎么说？你不需要去，我们可以这样说：好，you，好，主词是 you 哦，你不需要，you，needn't，you，needn't，你不需要，you needn't。好，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了，need 这个字啊。 need 这个字，老师写在这里好了。need 这个字呢，中文解释成需要，它可以当动词，它也可以当 aux，aux 叫做助动词。听好了，need 解释成需要，它可以当动词，它也可以当助动词来使用。 那么，同学，老师就要问你喽。然后请问这里的 needn't 是当动词还是当助动词来使用？当然是当助动词。为什么？因为助动词才可以直接在后面加 not。有没有 walk 叫走路，walk 叫走路，走路 walk 后面不能加 not。go 叫做去，go 后面不能加 not。但是 can 叫做能够，助动词后面可以加 not，变成 can not。 Will 叫做将要，它是助动词，可以直接在后面加 not 变成 will not。同样的，我告诉你，need 也可以当助动词，它解释成需要。那么助动词后面就可以直接加 not，need not，我们可以缩写成 needn't。needn't，you needn't。那既然是助动词，来，助动词可以直接加 not。再来一个重点，助动词后面碰到另外一个动词叫去，用什么？对了，助动词后面用原形动词。You needn't go. 你不需要去。如果 if you 想要叫 want，不想要叫做 you don't want。好，你看哦，想在这里叫 want，后面再来一个去。我们不是告诉你吗？want 或者是 would like 后面碰到另外一个动词，一定要用不定词，一定要把老师的话记清楚。很多同学呢。 上课听过了，写的时候照样写错，特别小心。If you don't want to go，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告诉你喽，你不需要去。如果你不想要去的话，我们中文是这样讲。但是你看哦，下面老师已经告诉你了，注意一下喽。To 后面的怎么样？动词，也就是本来是 to 加上原形动词，在这里 to 加上原形动词。 to 后面的动词呢和前面的相同的时候呢，则动词可以省略。来看一下喽，前面的动词是 go，后面的动词也是 go 的时候，就是我们告诉你的状况。不定词 to 加原形动词，后面的动词跟前面的状况，前面的动词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请你看好这个字，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就是你省不省没有关系。 省不省没有关系。那当然了，讲话简洁有力。既然它多余的，我们呢就把它怎么样挂号起来，告诉你它可以省略掉。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讲：You needn't go if you don't want to. You needn't go if you don't want to。记得喽，只有 go 可以省略，to 不能省略哦。to 不能省略哦，要特别小心。好，You needn't go if you don't want to。to 要保留。 哦、oh,，to 要保留，这个 go 呢，只有 go 跟前面动词重复，所以只有 go 可以省略掉。有的有这样的表现方法，同学要特别注意，谢老师的叮咛。好，这个是我们提到呢，不定词当受词，记得有些动词的后面一定要用不定词来当受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decide 啦、hope 这等等的，一定要赶快把它记下来。再来看看下面的课程内容。 不定词当名词还有另外一个用法，我们来看看哦。它的身份呢，在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了当补语。很多同学呢搞不清楚呢，所谓的受词，所谓的补语，其实很简单的。随便举两个例子在这里。第一个是，I love a girl。 任何文法名称不用去死背它，你只要从呢怎么样给自己一个简单的英文句子去理解就可以了。你可以发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咯，所谓的补语哦，抱歉，之前提到的是受词，受词是放在一般动词的后面，所以 I love a girl，接受我的爱的是女孩子，接受这个爱的，所以它当然是受词。可是如果我换一下，I am，I'm am a girl，你可以发现。 第一句 I love a girl 出现两个人，一个是我，爱的对象是女孩。第二句话 I'm a girl，我是一个女孩，女孩就是我，我就是女孩，有没有？这里只提到一个人，所以很明显的，同样放在动词的后面，但是一般动词后面的叫做受词，be 动词后面的叫做补语。那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了，我们说文法名称代表用法。 接受爱的对象、接受者，那就是受词。那为什么第二句 be 动词后面的 a girl 要当做补语呢？你可以发现，整句话我如果后面没有说，我直接告诉你，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我是，我是。哎，你可以发现，老师你话没讲完，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嘛。对，要把它讲清楚。 补充说明清楚，这叫做补语。当你一直讲我是的时候，整句话不完整，不完整，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说明清楚。所以，为什么文法名称取名叫补语，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了什么叫做补语？补语就是呢，补充说明的字叫做补语。 那么补语有两种身份，一种叫做主词补语，在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一种叫受词补语啊。顾名思义啦，主词补语就是补充说明主词，受词补语当然就是补充说明。对了，受词的好。所以呢，主词补语呢是放在 be 动词或者是连缀动词之后来补充说明主词的。补充说明主词当然就叫主词补语。什么叫做连缀动词？连缀动词呢？诶。 来，连缀动词像 become 就叫连缀动词。become 中文解释成变得怎么样？诶，我不能告诉你。I become, I become, 我变得，我变得，我变得，我变得,我变,得,我变,得变得怎么样、啊？我变得很快乐。I become happy，或者是呢，我成为，我变成了一个老师。I become a teacher，对不对？所以后面要补充说明。I become a teacher，teacher teacher 指的是谁？是我嘛？ 所以还是补充说明我的，它还是呢，怎么样？还是补语。同样的，再举一个例子了，look，look Look 呢也是什么？哎，look 呢也是连缀动词，中文解释成看起来。我不能告诉你，那个小男孩看起来呀、啊，那个小男孩看起来呀、啊。 那个小男孩看起来，老师你没讲完，看起来怎么样要？要对了，你都知道要讲清楚，要补充说明清楚，那就是补语了。那个小男孩，That little boy looks cute。对了，那个小男孩看起来很可爱，对不对？一定要后面再来一个补充说明的，这就是补语的功能了。所以呢，记清楚喽，一般动词后面是授词，be 动词后面呢是补语。 除了 be 动词之外呢，连缀动词像 become、像 look 后面呢，也会出现补语来补充说明呢主词。好，那么怎么样用呢？我们知道了，主词补语它代表的含义是什么？现在我们告诉你，不定词就是 to 加原形动词，也可以当补语。来看看怎么用这个例子 m y work is the thing。你知道 thing 可以解释成物品，也可以解释成事情。我的工作就是这一件事情。 没，可是当你这样讲话的时候很怪嘛。我的工作就是这一件事情，哎，交代的不清不楚。那当然了，如果前后文啊、哦，前后文，哎，譬如说呢，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讲 My work is the thing。好，当妈妈呢怎么样？哎，当妈妈在煮准备晚餐啊、呃，准备晚上要吃的东西呢，在准备呢要把晚餐做出来的时候呢，哎，妈妈说，哎，你就说，妈妈来帮我看看我的功课吧。 然后妈妈就会告诉你咯。我的工作现在我的工作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叫我做别的事情啊，除非前后文可以知道，哎，就是这件事情一边讲，哎，别人看得到你在做这个动作，你就可以讲 my work is the thing，我的工作就是这一件了，你不要叫我做别件。对，但是如果我们要把 the thing 换得更清楚，表达得更清楚，我说了，我的工作啊就是准备晚餐，还是一样。 你不能够写，哎，是叫做 is，准备叫做 prepare。我们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在英文的句子当中，除非有特殊状况，要不然两个动词是不能够连在一起的，有没有？be 动词后面不能再跟一个动词叫准备。哎，我们有学过进行式。 进行式叫做 be 动词加上动词 ing。对了，be 动词后面碰到另外一个动词，在进行式里面要把后面那个动词加上 ing。但是这里不是进行式啊！我告诉你，我的工作是什么？这里应该是 the thing。本来是这件事情，只不过我讲得更清楚。那你要知道，be 动词后面用名词来补充说明工作的性质，工作是什么？既然要名词，你就不能写 prepare，因为 prepare 它是一个动词。 所以呢，你必须要讲 My work is to prepare dinner. My work is to prepare dinner. 我的工作呢是怎么样准备晚餐？你看哦，be 动词后面的 thing 这个补语，补充说明我的工作是什么。这个 thing 你知道它是名词，而我们说过名词才可以换名词啊。 对不对？所以我要告诉人家，我的工作是准备晚餐。对了，一定要名词来换名词，同样的位置一定要性质相同。好，同样的位置一定要性质相同。所以 be 动词后面用名词当补语，同样的 be 动词后面还是要名词当补语。怎么样把 prepare 改成名词？很简单，加一个 to 就对了。所以我的工作是准备晚餐，英文这个 to 千万不要漏掉。My work is to prepare dinner。 My w o r d is to prepare dinner。我的工作是准备晚餐，这样会了哈，所以一定要知道不定词在这里是来补充说明主词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主词补语喽、哦。好，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句，我们用整句翻译来做练习。我人生的目标啊，就是成为一名歌手。你们发现这句话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他提到人生的目标。 第二个提到的是动词的部分，第三个成为名歌手，稍微画一下你就很清楚了。成为名歌手就是我人生的目标，我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名歌手，有没有看到？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是来补充说明它的。好，所以呢，是很明显的就是动词，那么主词就是我人生的目标。请问我们说了，be 动词这里是是 be 动词，be 动词啊，记住谢老师告诉你，be 动词啊就像天平的中间一样，它左右两边呢会怎么样平衡？ 所以成为民歌手是我的人生吗？不对，是我的目标。所以我们中文讲我人生的目标，真正的主词不是人生，真正的主词是目标。所以要把真正的主词写下来，叫做 my am 我的目标。是什么时候的目标？是现在的目标吗？还是十年之后的目标？它指的是人生的目标，在写一个 in life。 My a m in life，中文叫我人生的目标。不要忘记，真正的主词是目标。In life 只是告诉你它的范围而已，这样了解吗？所以记得一定要去思考一下。你知道动词在这里，知道这里是主词，但是呢，我们说了不要直接从中文来翻译英文。成为民歌手是我的目标，所以目标才是真正的主词。 我人生的目标，中文翻译成 my a m in life，然后很简单喽，is 是 become。刚才讲了，叫做连缀动词，它还是动词哦，你不能在 is 的后面直接写 become，所以写上 to is to become is to become 两个动词不能连用，加一个 to 进去就可以解决掉文法上的矛盾了哦，所以呢 is。 to become a 名歌手叫 famous 有名的 famous singer 啊、哦，很多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啊，甚至于电视机前面的你哦，看到很多的什么，很多的歌手，很多的艺人呢，他很有成就，那、啊、当然你心中也会期望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名歌手，所以呢，有的人设定这样的目标，设定这样的人生目标。 当你在讲呢什么我的愿望我的目标在写这样的作文的时候呢，这个句型就可以拿出来用了。My aim in life is to become a famous singer，或者是你写 My aim in life is to become 什么，你只要把这个后面换掉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只要把后面这个换掉就可以了。所以呢，My aim in life is to become a president，啊，当一个总统也可以。好，所以呢，你自己把后面换掉。 这句话就会变成是你的英文了，这样了解吗？不要忘记这里要写 to become，因为 be 动词后面的补语，补语要具有名词或者是形容词的特性。那你知道 become 这个字不会变成形容词吗？所以一定要变成名词啊！变成名词很简单，就在前面加一个 to，to to 加原形动词就可以拿来当名词使用。那么在这个位置，它是来补充说明前面的 my am 主词，叫做主词补语，很简单。 再来看一下第二句，To see is to believe。同学要特别听好了，be 动词是天平的中间，所以前后两个要平等哦。所以前面用不定词 to 加原形，后面也用不定词 to 加原形动词，哈，一定要让它保持平衡才可以。好，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的，To see is to believe。有的同学是这样翻译，叫做去看就是去相信。哎呀，我们说 to 加原形动词的 to。 叫做不定词，to 加原形动词是不定词。这个 to 中文可不可以翻成去啊？当然不行，它没有翻译的。哈，它没有翻译的。所以 to see is to believe，中文翻介翻译成看见了就会相信。什么叫做看见了就会相信？我们可以再翻得再好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它是一句谚语。我们中文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谚语？有，叫做哦，百闻不如一见。 什么叫做百闻不如一见呐、啊？重点在于那个闻还是见，百闻不如了嘛，不如嘛，所以要看见。你听了一百次没用，要真正的看见才会相信，有没有？你听了一百遍，人家告诉你说，哎，谢老师讲文法还讲蛮清楚的，你听一百遍没有，要自己来听，对不对哈？要看了谢老师的教学带，哈来再来听课，你会发现，哎，自己看了，你才发现才会有收获。你光听别人讲，哎，谢老师教的很清楚，你的英文不会进步。但是呢，看一遍。 只要认真的看，你就会进步，有没有？这个叫百闻不如一见，或者中文也有人翻译成“眼见为凭”。好，眼睛看见了为凭句，叫做眼见。然后呢，眼见为凭，百闻不如一见。好看，你要怎么翻译都可以。英文就叫 “to see is to believe”。“to see is to believe”。 好，这个是我们提到的呢，它放在 be 动词或连缀动词之后来补充说明主词的。那当然了，补充说明主词就是主词补语喽。文法名称代表用法，OK？好，再来看一下喽。那么除了主词补语之外呢，也可以当所谓的受词补语。那当然了，顾名思义就是补充说明受词的。既然是补充说明受词，为了让人家很清楚的知道它是补充说明受词，那当然它跟受词靠的比较近喽。 所以来看一下，当受词补语，你知道补充说明受词，也就是它的句型会出现主词、动词、受词。你知道一般动词后面来一个受词，可是这个受词讲的不够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补充说明。所以记得喽，受词补语跟主词没有关系，它是补充说明受词的。好，名称一样呢就会有关系喽。受词补语是来补充说明受词的，这个同学一定要记清楚喽。 譬如说，我们讲这个句子，He calls me Johnny. He calls me Johnny. Call 不要忘记了，call 呢有好多个解释，在这里的 call 呢解释成叫什么人的名字哦叫什么人的名字用 call。call 这个字你知道也可以解释成打电话，但是你说哎，老师，很多同学会说老师。 call 这个字，我比较熟悉的是打电话，对不对？电视上常常会有 call in 啦，call out 啦，打电话进来啦，打电话出去啦。call 解释成打电话，你很熟，对不对？可是不要忘记，call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叫人家的名字。叫人家的名字，那你说老师，当一个字有两个以上不同解释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它中文应该怎么翻呢、啊？哎呀，你不用担心，一定是从前后文看嘛，一定是从前后文来判断呢、啊。 啊，千万不要用所谓现在年轻人用的什么“白痴造句法”，不是这样哈、哦。语言如果学到这种程度，那个只能当玩玩笑话来看看。譬如说，你们现在人讲的说什么，呃，哎，这个人呢很怎么样，很蛋白质哈、哦。我听学生这样讲，蛋白质叫笨蛋、白痴、神经质哦。原来他不是讲一种养分，原来是来骂人的话。那当然，这种火星文呢就不要学了，对不对哈、哦？我们要学的是最正统的英文，更是这样。 好，所以要特别注意，call 有打电话啦，有叫某人的名字，那你怎么可以知道他中文应该怎么解释？你看得出来了。你如果说他打电话给我，那这个 Johnny 怎么翻呢、啊？哎、欸，翻不出来了。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这里可以知道，你如果翻成打电话到这里就断了這就，这个 Johnny 就不晓这个 Johnny 是干什么的。好，所以 He calls me Johnny 是他叫我 Johnny，我的名字本来是 John 哦、喔。 哈，所以可是他叫我 Johnny 哦，哈，更亲昵的一种说法，也就是你的名字如果叫王大宝，你的妈妈可能会叫你宝宝，对不对？宝宝，哈，更亲昵的一种说法，更亲昵的一种叫法。所以我叫做 John 哦，但是 He calls me Johnny，他叫我 Johnny，他叫我 Johnny。 所以这里是解释成叫什么人名字的意思。好，你可以很清楚的，不要担心说，当一个字有很多种不同的用用法或很多种不同解释的时候，你会混淆，绝对不会。好，前后文看一看，你就可以发现，诶，这个字应该怎么样的解释。那当然了，你的文章看得越多，你的句子看得越多，这样的困扰就越少了。所以这里呢，你知道 Johnny 是谁？Johnny 绝对不是他的名字，在这里。 Johnny 是我的名字，所以他叫我 Johnny，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Johnny 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补充说明受词，命是受词哦。你看他用受格补充说明受词，就是受词补语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它的位置是在受词的后面。同样的这句话，我们不一定说他叫我 Johnny 啊，我们可以改成他想要我做这一件事情，请问。 当我告诉你他想要我做这件事情，做事情的人是谁？做事情的人是我吗？是我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对了，是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有动词喽。我们不要再写 do，我们用 to do，因为我们之前就告诉你，want 后面碰到另外一个动词，一定要用不定词。有没有？在这里的不定词是来补充说明我的是谁要做这件事情，是我。 所以 he wants me to do it，他想要我做这一件事情。好，那么呢，直到之后我们来看例句，他告诉我要戒烟。哎，戒烟我们之前有讲到叫做 quit smoking，quit q u i t quit smoking，只有一种说法吗？不止好几种。所以呢，先来看告诉某人什么事情。来，先来看一下要注意的重点。我们告诉你。 有些动词像什么？像 want 想要。那我们之前也告诉你的，want 更客气的说法叫 would like。还有 ask，在这里的 ask 解释成要求。哎，ask 这里可以解释成啊、哦、，ask 呢？你知道这个动词可以解释成问问题的问。但是在这里解释的是要求。再来 teach 教导某人做什么事情，教导。tell 告诉。get 在这里不是解释成得到哦，get 在这里解释成教某人做什么事情。 叫某人做什么事情，记得了。叫某个人的名字叫 call，叫人家去做事情叫 get。哎、欸，不要从中文来判断哦，要特别注意哈、哦。你不要听到叫，哎、欸，听到叫，有人用 call，有人用 get，更可怕还有人 bark at，用 bark b, ark, b a r k。好、哦，所以有人说，哎、欸，你打电话给同学，然后同学说，哎、欸，我不要，我不要再跟你讲，我要挂电话，我妈妈在叫我。结果他竟然讲成 my mom is barking at me，bark 是狗在叫。 好 b u g 是狗在叫，妈妈已经在叫我了，我要挂电话了。你不是说妈妈像疯狗一样对着我旺旺叫，这样对他妈妈太怎么样？哦，对妈妈太不尊敬了，所以要特别注意哦，特别注意喽。叫，中文的叫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解释，叫某人的名字，叫某人去做事情。狗在叫，你一定要分清楚该用哪一个。OK，好，我们告诉你这样的 get 解释成叫某人做什么事，show。 当名词是表演的意思，我们常常说很多艺人去做秀，其实就从这个字翻译过来。不过在这里是动词，我们告诉你它是动词。动词就是指，哎，把什么东西展示给人家看的意思，把什么东西给人家看叫做 show。在这些动词的后面一定要用不定词来当受词补语，一定哦，一定哦，一定要用不定词哦。所以来看第一个例句，to 在这里。 告诉某人有没有在这里？老师举了这个例子，告诉，所以他告诉我要戒烟了，戒烟，quit smoking。所以这里应该用 he told me to quit smoking。好，那当然了，我们要告诉你，戒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 give up。give up 这个字叫做放弃。 放弃抽烟，那是不是戒烟？是，这里要用 smoking。这里要用 smoking。你说老师一定要用 smoking 吗？没错，这个在动名词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你只要先记得咯。所谓的戒烟叫做 quit smoking，或者是 give up smoking。但是戒烟如果放在这些动词的后面来补充说明受词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加上 to，一定要加上 to。 那么，就像老师之前告诉你的了，这里的什么不定词，这里的不定词是看谁的脸色？看前面动词的脸色。哎，动词看动词的脸色，一家人才能看脸色，对不对？哈，所以记得 tell 告诉你，啊，告诉某人，这个人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他的受词补语一定要用不定词。所以 he told me to quit smoking，或者是 he told me to give up。 Smoking，好，戒烟，quit smoking，give up smoking，要学起来。再来第二句，She got her husband，不要翻译成她得到她的先生啊、哦。这里因为版面的关系，这里老师要你填的是打扫房子，打扫房子，所以绝对不是她得到她的先生打扫房子，不对。Get 可以解释成得到，但是在这里的叫某人去做什么事情哈、哦，所以这里解释成叫哦。 他叫他的先生把房子打扫干净。他叫他的先生呢打扫房子，还是一样 get 在这里。他一定要用什么不定词来当受词补语？所以这个是，你看哦，主词、动词叫谁？叫他的先生，那不是受词吗？他的先生要去做什么而、啊、不是补充说明他先生该做的事吗？对了，一定要不定词，所以是 to clean up the house。 to clean up the house，所以整句话就出来了。She got her husband to clean up the house，还是一样。这里呢，你应该要用不定词来当补语才对。好，所以呢，这些动词请同学务必要记得很清楚。哪些动词的后面呢要填不定词？一定要背起来，因为这个是很特殊的状况。 好，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个是我们提到不定词的，当什么不定词当名词，它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不定词不要忘了它的用法还有很多，毕竟它身份不确定，对不对？好，你要从句子里面去判断它的身份。所以休息一下，记得要回来哦。待会见，拜拜。